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一百五十七面，啊，一百五十七面，次。 别序，啊，从这里看起啊。下一品为别序，意为发起序。序中如来现瑞放光，阿难喜悦请问，师尊正大所以言出一步广大。 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就近地西游南风法宝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大教缘起第三。<coughs> 念老这几句开场白，把这一部经典书圣的英语为我们提示了。啊，这确实无比的稀有难逢。啊，学佛必须得深入经藏。 这个经藏不是说的大藏经啊，深入经藏真正的意思，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。我们知道，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，无不是应机说法。 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一个人不可能呢、啊、学很多部的经典跟法门。啊，你有疑惑向师尊去请教，他只教你一个方法。你能把这个方法修好了，一切法全得到了，这才叫深入经藏，啊。 无论哪一部经典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所以一部精通了，一切经就通了。啊，如果你说一切经都通了，还有一两部不通，那是假的。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这种例子很多。 啊，我是早年初学，老师指定这个功课让我们自己学习。曾经有一个人，这修禅的，用了不少年的功夫，禅宗《五灯会员。里面有一千七百条叫公案。 啊，用我们现在讲呢，是开悟的例子，啊，一千七百多人开悟的例子，啊，方法了各个不相同，啊，这个人对于禅很有兴趣，花了几十年，他写了封信给英印光大师，就是一千七百条公案呢，他差不多都参透了。 都明白了，只还有几条有问题。印光大师回他的线书，特别是中文的东西，一务啊，一切物，如果你这一千七百条公案有一条参透了，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 你说你差不多都明白了，还有一两条没有参透，你完全没明白。嗯，这个人以后就不学禅了，禅放下，跟星光大师、你阿弥陀佛了，假的呀、啊。真正见性的时候，哪有还不懂的东西？没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这个理性的我们明白了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不离自性。 只要你见了性了，不管你学过的没有学过的，是佛教的或者是其他宗教的，乃至于世间所有什么学术，啊，像今天这些科学技术，啊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。你要有一样不知道，你没没没有没见性啊！啊，见性不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，所以这是诸位、啊、不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。 例子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的人迷失自信呢，很深呐、啊，并不知道。哎，他也不是故意去骗人，这在佛法一个名词叫“正上慢”，这种傲慢，那不是真的要想骗人。 他没有正德，他自己以为正德了。啊，这个尖叫了，没有误辱啊，以为自己啊误辱了。我在早年还遇到一个人，那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夫人。那这个好朋友也算是我们长官，但不是直接管管辖我们。 啊 <coughs>，我我们这个机关里面的一个将军，啊，他的夫人也学佛，啊，我一学佛了嘛，他就很欢喜。有一天找我到他家里，他坚持他已经正大罗汉果了。我怎么讲，他都摇头。我真的正得了，不是假的。到最后我搞得没办法了，我就告诉他出国虚脱换这个六种。 能力呀，就恢复了两种了。阿罗汉是六种都恢复了，这叫六神通啊，六通啊。我说出国须陀洹就有能力，由天眼通，啊，由天耳通。那、啊、天眼通什么？这墙壁的是外面的，他都能看见。啊，他住在的时候，旁边是一条小河，两边是一条呃走道。 我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坐在这个地方，嗯、啊，他正好对着这个大门的这一边，没有窗户。我说外面人行动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他没看见。<laughs> 我说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隔一道墙你都没有能力看过去的吧？那那你哪来的天眼通呢？啊，我说阿罗汉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续命通。 神足通、漏尽通，啊，那是真阿罗汉，这样他才服了，啊，所以他那个不是欺骗我们，他是误会，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自古以来很多啊，啊，不但在家出家人也不例外、啊。 百丈禅师叶护禅的故事，出家人的不是在家人呐，啊，也是一位法师。有个问题，向他请教，他随便就答了，自己也以为通了。人家问什么问题呢？叫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 他回答是不落因果。这个这个法师，啊，答复这个这个法师，死了以后就做狐狸身，叫野狐身呐，五百年呐、啊。 就是这错说一个字啊，为什么呢？误导别人，你这个问题多严重啊！啊，这个狐狸算是过去生中有修行，在佛门是法师了。 啊，五百年也修炼成人生了，都不容易了。啊，视线的是个老人，啊，头发胡须都白了，老人。啊，要让大师每一天讲经，他都来听。啊，很虔诚的一个听众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只有百丈大师知道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个狐狸精。 啊！但是他没有恶意，他不会害人。啊！有一天，就向白章大师说说他这个问题。啊！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畜生身？白丈大师说：“好，你明天来，你过去人家怎么问你的，你来问我。” 到第二天他来了，啊，拜丈大师神坐，他就跪下来请教，啊，就问大修行人，还会不会落因果？拜长禅师改一个字，不昧因果。你看看以前他讲的不落因果，这不昧因果。 他一下就就觉悟了。第二天，他就脱离狐狸身了。老和尚知道，走，我们到后山去，拿着笨鸡出头。他说：“我们去替他办后事。昨天那个那个老人往生了，到后山果然一看，一条狐狸。啊，把他按照出家人，这个这个这个。这个” 礼节给他葬了，啊，给他埋葬了，就说出，这个出家人过去是是个大法师，错说了一个字，说话不能不负责任呐，啊，要写成书啊，那更不得了了，写成书，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罪呢？ 你写的这个书在这个世间消灭了，一本都没有了，你才能够啊脱离。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，还有一本书没有消失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你的罪。你是多可怕了！古时候这些大德讲经说法。 负责任的啊,啊，写成书本就更不得了了。啊，他们说他们怕因果，现在人不相信因果，啊，这因果不是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不是啊，不信他照样有啊，麻烦在这个地方啊。 啊，我们没有开悟，敢讲经吗？啊，黄念珠老居士没有开悟，敢注经吗？我们看他的柱子，不是他自己住的，他读了一百九十三种经论参考资料。 都是里面择录出来来注解的，哎、啊，他有根据啊。啊，不是我错的，你说我错了，那他们经论上他们是搞错了，我没搞错。这是什么？为现代人实现啊！我们出来学讲经，那个时候懂得一点这个道理，不敢呐、啊。 啊，老师来劝导我们：如果等开悟再讲经啊，不知道等到哪一年。如果你这一辈子不开悟啊，你就一辈子不能讲经那没人讲经，佛法在这个世界上灭了，这问题怎么解决？ 老师教导我们，他自己也谦虚说：“他说不但你们不敢，我也不敢呐、啊。我们今天出来讲经是讲什么？讲注解。哦，这一句话把我们点醒了啊！我们采取古人的注解，把他注解翻成白话文讲出来，意思决定不能讲错。那那是一我们这样照他讲。” 发生问题了，他负责任了，我们不负责任了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，啊，这才敢。啊，最初学《讲经》，找现代的一些老法师，我说白话文注解嘛，以后慢慢比较深入呢，再找古大德的注解。 啊，而老师还一再嘱咐，啊，必须以古大德的注解为主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真的是开悟了。啊，古时候不干不开悟，谁敢写文章啊？啊，而且呢，古书几乎都经过严格的审查。啊，那些审查的人是当代的那些高僧大德。 啊，他们审查认为没有问题。啊，这个才啊，所以说奏成皇上，皇上批准入藏。啊，所以《大藏经》是最可靠的。啊，是严格检查的。啊，你说注解大藏经里的、啊《大藏经》里的有没有？啊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，那就很可靠的。 啊，现在皇帝没有了，要改成民国了。民国对于这桩事情，就把它搁在一边了，让它自生自灭了。啊，所以民国的社会比从前帝王时代啊动乱，这真的有因果关系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帝王护法，帝王学佛，帝王恭敬三宝，国泰民安。啊，佛是，一切众生最最大的福田、啊。随着世间大富大贵之人，多半都是过去生中在佛门里种福，今天他享福啊。 享福不知道在中福，福享完了怎么办？问题不就来了吗？那古人相信敬祖宗、信良圣贤人，现在这个对祖宗也不敬了，对贤人也疏忽了。 啊，对佛菩萨宣布他那是迷信。今天社会搞成这个样子，啊，地球上灾难这么多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深入经藏的人明白，啊，所以这个深入经藏要晓得一不禁的深入。 不是每一部经的圣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不是叫你读很多经论，啊，广学多闻，不是的，广学多闻是在什么？真正教化众生，那是什么呢？自己明心见性之后再广学多闻，啊，次第啊，一定要搞清楚，啊，四红十院就把这个修学次第啊。 说清楚了，啊，学佛首先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？度众生的心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你看到这个六道里的芸芸众生痛苦啊！啊，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？啊，你要发这个大心。 啊，想帮助别人，一定先要成就自己。自己没成就，怎么能帮别人？所以，这个第一愿呢，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对自己修学来讲呢，那是个动力，它在推动你要真干。你要帮助众生，一定要成就自己德行，成就自己学问。啊，德行在第一。 这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！这成就德行啊！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断烦恼。你看看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成正觉了，正阿罗汉果了。 尘沙烦恼断了，你就是菩萨了；你证得正等正觉了。无始无明破了，你成佛了；你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些事情都要靠一门深入啊，他要靠深深的打定。啊，从修定。 回归到自信本定，啊，彻悟之后啊，自信本定现前啊，叫讲信修不二啊，啊，没有见性，那你是修的定了、啊、这是修功啊。见性之后是信定。啊，修信的目的是开发信定啊。 这个功夫做到了，再广修多文，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这次第搞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前面两个还没有，就要搞呃法门无上誓愿学，学一辈子，啊，学的也不错，很用功。学的是什么呢？佛学，佛学常识。 那我们现在人讲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，这个差别就太大太大了，啊！现在人谁懂得智慧？通通都是一昧的往这个知识上走，走这条道路。啊，智慧跟知识完全不相同啊！ 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行啊！智慧能贯通一切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全能贯通啊！啊，所以把方向、目标全都搞错了，啊，第一点，希望我们同学都能够体会到。 啊，佛都希望我们走捷径，希望我们能够快速的成就。啊，所以学佛呢，首先我们自己要认真、检点、反省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我们来选择哪一个法门。 这个很重要，法门选对了，这一生呢就决定成就；法门选错了，这一生很难成就。啊，没有侥幸成就的人，啊，善根里面最重要的是讲悟性。 啊，是讲定力，啊，讲沉静呢、啊。应光大师讲的好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。啊，我们对自己有没有沉浸对我们修学的这个课程？ 啊，这些经论有没有诚信？啊，对老师，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诚信？对世世代代承传这些祖师，都要有真诚的信心呐、啊，这才能成就啊！ 所以，为什么学的人那么多，成就的那么少？你要明白这些道理，你就晓得，这是自自然然的。他不具备这些条件。那阿难，释迦牟尼佛是个好老师的榜样。 阿难尊者是个好学生呐！啊,啊，前面正心虚，我们学完了，今天是发起虚。啊，大教缘起第三，我们把前面这段经文念一遍。 这个经文里头有很多小段落啊，我们一段一段的看。二时世尊，微光何奕，如融金句又如明镜，银常表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遍。这一段。 是光锐发起，啊，佛放光现瑞相，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引起大众的这个稀有的感触，啊，再接着下面看。 尊者阿难即知思维：经时世尊舍身诸根，月狱清净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。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习得展两生息有限。这是这大众当中啊。 阿难做一个代表，他看到佛的瑞相，啊，这个心里呢有所感动，啊，这个瑞相呢太稀有了。阿难是佛的世世者，啊，从来没有见过佛今天这个相貌的庄严，啊，这个心里面的欢喜。 愉悦清净，啊，那种欢喜心，无比的稀有。啊！这是见到的。啊，下面即从做起，偏又见，常长跪合掌，这是行礼啊，先啊。 老师，行礼啊，然后就请请罚了。二百佛爷，世尊今日入大吉殿，祝奇特法，祝祝福所住导师之心，最深之道啊。”这是阿难他所见到。的。 他所感受到的，啊，他说出来了，啊，也是代表在会的一些大众，啊，最甚之道，啊，最甚之道是什么呢？底下说出来，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，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为生贤要？ 光瑞书妙奈尔，愿为宣书。跟佛多年了，天天听佛讲经说法，这熏习也有相当可观了，所以知道一切法里头。 无比殊胜的法是念佛，是不是？今天世尊在念佛呢？啊，那今念佛呢？是念过去佛，还是念未来佛呢？或者是念现在他方世界的祝福？啊，为什么今天世现的这个生神贤药啊，光瑞殊妙？ 奈儿倒像这个样子，从来没见过。啊，真的，世尊在念阿弥陀佛，要把阿弥陀佛摄受众生这个法门宣说介绍给大家。啊，从这一段里头含的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。 啊，新的瑞相西有啊！啊，连阿难都感到非常奇特啊，住奇特法啊，非常稀奇，非常特殊，都是表这个法门的啊。我们现在很清楚，很明白。 末法向下还有八千多年，只有这一部经能帮助末法众生呢，当生成就。啊，其他的法门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。怎么个试法呢？你照那个法门修，看看你烦恼习气能断得掉，断不了。 啊，烦恼习气不要太深的，啊，最浅显的，无中见惑，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借取见、邪见，啊，你就是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要是断掉之后啊，你就正虚头很苦在小乘是粗口，在大乘呢，《华严经》上十信位的菩萨了。 你是粗心，你就试试看，你用一生的时间看看你能不能做到，啊！告诉你，出国两种神通先前，天眼先前，天耳先前。啊！你去试试看，如果不行，赶紧回头，还来得及。啊！要因为你一味迷直，那你这一生就。 错过了，啊，将来再遇到这个法门，不知道哪一生哪一劫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个放光现瑞呀，你跟其他经上去比比看的时候，其他经上没有这个说法。 啊，经教里头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，那不能轻易划过、啊 <coughs>。我们看老居士的注解啊、嗯，世尊将于演说无上殊生净土法门。 故现瑞放光，啊，视现瑞相，啊，放光来引起啊，兴起就是现在讲的引起，引起阿难的发问，啊，并令闻者生喜忧想。 啊，这一会的人就很特殊，人特别多啊！啊，生难招想，这个法门是太难得遇到。 一教奉行，求生净土啊！这一生成就了，啊，这个成就，是保证的，是真实的。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的烦恼一瓶都没断。 啊，只是念佛的功夫把烦恼扶住了。任何一个法门扶烦恼不行，不能成就；要断烦恼，哎，这个法门呢，扶烦恼就能往生。啊，如果是断烦恼往生呢，那至少是方便有一图 啊，有小乘的功夫，在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呃大乘教里面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是，你有实心位的功夫，从粗心到实心，都是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方便有余土里头有三杯九品。 那、啊、见识烦恼没有断的人，通常都是生是这个繁盛同居图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就是繁盛同居图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六道轮回呀、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只有两道，没有六道。 啊，凡圣同居图里面，三杯酒品是人天道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出生，没有恶鬼，没有地狱。啊，而且非常奇特。啊，真的是住奇特法，这个奇特是什么呢？ 凡圣同居图往生的人，啊，最下品、下下品往生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做阿维月智菩萨。啊，阿维月智菩萨最低的位次是华严经上初住菩萨，等于什么？ 等于在我们这里修行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等于这个功夫。啊，这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里头都没有说过这种话，只有这个金山。 这是奇特法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同居土里面下下品往生的人就成佛了。他是不是真的成佛了？不是真的。所以，偶业大师讲的好，讲樊圣同。 同居图里面这些人，往生的人啊，你要说他成佛了，见思尘沙无名，一品都没断，他是道道地地的凡夫。你要说他是凡夫吧，他的智慧。 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，这个奇妙啊！这在十方刹土里面、诸佛刹土里找不到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这才叫稀奇啊！ 啊，这对我们这一类的人呢，这个吸引力很大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很重，知道很难。那那遇到这个法门呢，我们就有救了。那、啊、这多开心啊！啊，可是你真的想一生成就？ 成就智慧，成就德能，啊，成就向好。经上的话，一分折扣都不能打。这经教我们怎么修啊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你夹杂着别的。 这就不行了，你就把你的功夫破掉了啊！那印光大师劝导我们，啊，劝念佛的人，最好每天呢，在早晚课的时候，加加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这算不算夹杂？不算，为什么？ 这一千声佛号不是为自己，是为这个世间苦难众生，为他们念的。这是你的慈悲心啊！不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不是的，求观音菩萨保佑、保佑我这地球上苦难众生。 哎，也保佑现在这个灾变的地球，希望地球恢复正常，啊，不要有这些灾难。特别为他们念的，啊，所以你还是一一门神术，啊，常识修修，啊，符合。 经上所讲的“一项常念”，啊，这个“一项专念”呢 <coughs>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按圆顿住经，据说本是世尊放光之相，今今依然。 啊，佛讲这些经，大乘经里面差不多都有放光。啊，这个放光也是表法的。啊，我们看看《无量寿经》五种云译本里面呢所涉的这段经文。 汉月，越是佛祖思念正道，面有五色光，数千百变，光身大明。贤者阿难即从做起，更正衣服。啊。 稽首礼足，啊！这是阿南看到之后，啊，生希有的心啊！他从坐起，把衣服整理，然后再向佛行礼，啊，千百佛言：，今佛面目光色，何以时时更变？ 明奈而虎啊！见佛面目光金，素白千色，上下明彻，好，奈如是啊！我是佛以来，未曾见佛身体光耀，微微崇名奈尔。 汉译的清净平等觉经啊，上面经文呢是这么写法的啊，说得比这里详细。阿难看到的是五色光，而且数千百变。 啊，光明很大！啊，这是阿难在过去所没有看见过的，啊，这第一次看到这个佛的身像这样的好，啊，说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，这个至真等正觉就是阿难对佛的称赞。 光明威神，犹如静石。啊，无疑呢，同志。啊，为文字少见。啊，其他的本字则鱼而不详。啊，为一种两度远，光言为微,微。 又云为生光光，啊，无疑是流通最广的康生开的本子。啊，唐一云，微光何意？如融金珠，又如明镜，凝照光辉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？ 让你看到各种不同的原译本，也可以能够让我们参照啊夏老居士的汇集，啊，他所汇集的字字句句都是有依据的，啊，不是随便写的。啊，宋义的本子，面色圆满，宝刹庄严。 无衣何餐？啊，这五种本子合起来看，便知汉武凉以最香，于以耐简略。啊，为宋一中宝茶庄严。啊，这是其他本子里都没有，他有这么一句。啊。 所以这一这一句也写也写在现在这个本子里面了，啊，有宝刹庄严这一句，行光中显茶。啊，其他本子没有这一句，这一句是佛光里面见到这个这个设方诸佛的插图。 啊，是可补古医之不足，有事业可见汇集注意之必要啊！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汇集本，等于说五种原医本通通读到了啊。又古注今家多为本司设置此,此经时未曾放广。 盖为想考汉武古仪之故，啊，这个无一本里面有几种啊，把放光这个省略掉了，啊，但是也很难说，因为世尊说这个经的时候是多次宣说，啊，不是讲一次。 从五种原一本内容来看，至少佛讲过三次，但是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有十二种的译本，啊，这在藏经目录上可以看到，其中有七种失传。 啊、那那七种本子里面，可能还有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很大差别的，啊，那就不止三次宣讲了。这是很特殊的，《释迦牟尼佛讲经》从来没有重复过的，啊，这一部经重复多次。 啊，这也就是给我们宣说这个法门非常殊胜，非常重要。将来到佛法灭的时候，啊，这就是世尊的发愿一万两千年，啊，经法灭的时候，无量寿经还能在这个世间多留一百年。 啊，它是最后消失的。啊，这些信息都是提供我们参考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、愿历。 下面，这才逐句为我们解释。啊，首先解释世尊，指释迦牟尼佛，静言书曰：“佛居众德，为世尊重啊，故号世尊。” 佛 <coughs>，无名烦恼的习气断尽了啊！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位啊，证得了妙觉、啊，圆满的。 回归自信，到妙觉，我们晓得十报庄严图就不在了。啊，十报图何故存在？十。 无始无名烦恼习气没断干净，啊！但是这个习气不碍事，啊，不爱你，在十方世界称心发挥，啊，发挥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。 来应一切众生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了。啊，所以在十报庄严图里面的菩萨，跟长吉光是在讲没有两样。啊，智慧神通道力的运用。 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，啊，差别就是吸气一个断掉了，一个没断，没断就在识报土，断掉了就长极光净土。所以长激光虽然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六根源不到，它存在，它起作用，它不是不起作用。 啊、嗯！现在我们听说科学家给我们做报告，他们感到很奇怪：宇宙讲大宇宙、宏观宇宙，现在我们用这些科学仪器所能观察到的，大概是整个宇宙的百分之十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宇宙不见了。 <laughs> 对就对这个很奇怪，就不见了。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明白了：，哎，怎么不见呢？回归长极光了，回归长极光了。那你六根就没法没没法子接触了，啊，他不是不在在，啊，他回归长极光了，啊，所以。 这个科学的发现呢，能帮助我们对经典更进一步的理解，啊，更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佛去重德啊，圆满的信德，嗯、为事尊重这个事实。 设法界啊，六凡四圣没有不尊重的啊，所以好为师尊，嗯，敬佛、礼佛、念佛，是富慧双修啊。 那我们天天修，好像佛慧没增长啊？啊，是不是佛不灵呢？不是的，你佛慧没有增长啊，是因为你修的不如法。啊，怎么不如法？你里头没有那个沉静心。还是应光法师讲的好，你有十分沉静。 你就得十分福慧，你有一分就得一分福慧，还打着问号在里头，那你的福慧就不能现前了。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现代人对佛法、对这个呃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呃一切诸佛，真正能够升起沉浸心。 很难很难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小我们就接受一般的这个教育啊，都说宗教是迷信啊，宗教是骗人的。你看看这些东西，在我们心里面都扎根了。 根深蒂固，现在结束啊！要把从前这个旧的观念洗干净，重新建立，啊，真诚心，谈何容易？啊，古时候人修这个念佛、礼佛，啊，这个这个称佛，为什么效果那么大？ 那他没有效果，那些人您相信吗？啊，从前人为什么效果那么显著呢？没有别的，他从小接受过孝养父母、奉祀师长、啊尊师重道这种教育。 佛教传中国来了，佛是老师啊，尊师重道的念头油然而起啊！啊，所以这效果就很显著啊！现在学佛真难啊,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！那这就不能不讲求善根福德因缘。 啊，你真有善根，真有这个福报，说了说真相信，啊，那一种虔诚恭敬心真能生得起来，你就得不回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 下面又说：“佛是世间极尊，故称世尊。”啊，世间极尊，谁知道？菩萨知道，阿罗汉知道。 世间圣贤也能知道，为什么说他见他是他是即真？他真的圆满的自信，是这么个道理。 啊，我们能够稍稍切入华严，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在修行人当中，菩提道啊，或者称之为成佛之道，这里面的级别，五十二个级别。 佛这个地位呢，是在第五十二个阶位，这极尊了。五十一个等觉菩萨，他还在他之上。啊，等觉菩萨称尊了，他比他更高。那则称之为极尊了。<coughs> 那、啊、等级以下没有不尊重他的。通常在十号里头，下一品会讲到。啊，这大乘教也常说。具足是好，所以称为世尊。 啊，佛法里面有一桩事情非常了不起的，那就是佛不是独尊啊，世间极尊是唯我一人，不是的。这这不是佛法，佛是怎么说呢？世间极尊的、啊，你也有份呐、啊，人人都是啊。 不是他一个人都有啊！啊，你能够把无时无明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你不就成了基尊了吗？这跟宗教不一样，宗教神是基尊，任何一个人不可以跟神相比啊！那怎么有这种道理的，佛是。 人人都是佛啊！那些成佛的人，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所以现代人讲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 完全在大乘佛法里头啊！啊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不容易。我们细心观察，华藏世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；，极乐世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啊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、啊。 要什么样的人民，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、自由、开放那一种的利益，真实利益？个个都民心尽信了，你就得利益。如果都是迷惑颠倒，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，问题就很多了。 未必是一桩好事啊！啊，中国古人讲制度啊，现在讲制度，从前人讲法，法是治理国家重要的一个依据。 但是，它不是活的，它是死的。啊，要好人去用它，这法就好；如果是不好的人去用它，一样把最好的法了用在自私自利上。 啊，对人民有害无利呀、啊，对自己有利无害啊，那变成这样子了。啊，所以古人讲这个治道啊，治道的人才是根源呐、啊。啊，法看用在什么人的手上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。 啊，是回归到本源，那就是教育。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接受过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他们选出来这个选票选出来的，真的是好人。 如果没有这个水平，票可以买的呀，跟做生意一样啊，选举跟做生意一样，买票，啊，买到之后自己上了台了，一定是一本万利再捞回来，谁吃亏啊？老百姓吃亏了。 所以，民主制度在什么地方呢？教育先办好，民主制度就产生作用；教育没有办好，民主不见得是好事情。啊，古人讲的对，啊，法看什么人用，不好的制度。 人是好人，也能做出好事。啊，最好的法非常严密，那人不不善，他一样干坏事。啊，这古人说的，中国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不听古人言，呢，吃亏在眼前。” 啊，古人眼里面有大道理在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制度是帝制啊。中国有没有民族开放的时候？有，大同之治就是的，而且在中国实现过。 那、啊、孔子，他肯定的跟我们说，中国在尧舜禹这个时代是大同之治啊，鱼没有私心啊，啊，传位给他儿子了，为什么？儿子太好了。 大家都推举他，儿子太好了。啊，没想到这些传他的儿子，以后儿子再传儿子，变成家天下了。哎，他当时传给起，没有这个心呢。啊，所以从起以后，大同的盛世没有了。 就变成小康了，啊！所以孔子讲啊，啊，其以后，啊，唐、商、唐，啊，周朝。孔子是生在周朝战国的时候，他生在那个时候，他成那个时候叫乱世啊，啊，在他之前。 应该有一千年的时间，中国处于小康的时代。啊，春秋战国乱世，啊，心目当中常常怀念到啊，大同之治。 啊，也常常想的想到小康啊，所以我们看看世尊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的啊，最详细的莫过于华藏世界、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大同之治。 啊，人人所向往的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我们进入大同之时了。微光合一的介绍微，微微者。 有为可为也，为之为。我们常讲的“为也”啊，佛有为也。这个地方呢，指为神。 神通的妙用啊！啊，六根的能力，我们眼见，往远处见，能够见到宇宙的边际。 再往大处，宏观世界，往微细里面去看，能够看到基本粒子。现在科学家讲的还有更小的，啊，叫量子、小光子，能见到啊。 啊，所以见的能量没有限量的。中国人讲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，他通通能见到。啊，比今天科学讲的还要详细。啊，科学跟佛法还不能比呀。 啊，量子力学里面还没有发现，量子里头还有世界啊！那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经常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的常常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。 微城里面世界还有微城，那个魏城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这个科学家没发现，所以中国古人这两句话讲的，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，就是“其大无外”。 其他无外什么讲到什么，讲到长寂光了。啊，世界到到到边成没有了，那回长寂光了。啊，其小无内，内还有内之内，内之内里面还有内之内，没有止境。 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现象里面，居然圆满含藏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，一样都不少。 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现在这个科学技术，啊，用的这个晶片，啊，指甲这么大的一块晶片，很小了，只小指甲这么大一块晶片，里面可以容纳一部《大藏经》，真了不起啊！ 啊！可是佛经上是跟我们说的，啊，一粒微尘就是一个光子，那么一点点大，肉眼看不见的，里面含到变法界、虚空界圆满的信息。你说现在科学跟它比怎么能比？差太远了。我学佛的时候，方东伟先生介绍把佛法介绍给我。 啊，佛法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发现了，佛法里头有全世界科学里面的最高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里面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通在佛法里头。奇妙啊！ 啊，佛法用什么方法解决呢？禅定。什么叫禅定？放下就是啊。他叫你放下了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就见到性了。那、啊、性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东西。 他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能变现一一千万万物。啊，佛经上常讲的义正庄严，都是他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怎么变现的？变现的一些经过，这经上都讲的很详细，很明白。 啊，所以从这些方面，我们对古人不能不佩服。啊，现代人瞧不起古人，啊，因为现在科学进步。啊，古时候人没有科学，错了。现在人跟别古人比，差太远了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。 要用数学，要用先进的科学仪器。古人不需要，古人用禅定。入定之后，头一个现现象，时间跟空间没有了。 在定中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，能看到此界，能看到他方。那、啊、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。你看，这都是科学跟哲学所向往的，做不到。 佛佛法告诉我们，从禅定当中能做到，佛菩萨能做到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。你所以做不到，就是你不肯放下。啊，你投一个不能放下你的执着。那换一换，你初级的禅定。 都达不到啊！高级的禅定不但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啊！最高的禅定，化身菩萨的禅定，连起心动念都放下了啊！真正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。 啊，那个境界，就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情况。啊，这是佛菩萨的为生。下面引用圣《圣曼宝库》。 外事无为也，目之为为内难测度，称之为神。啊，这叫威神”两个字、嗯，“无”嗯、是指设法界的众生啊，所以他不用人。如果说是人，那设法界里的只有人道。 不包括其他的，用“无”的范围大了。啊，从上面包括了四圣，从下面呢包括六道。啊，四圣六道啊，这里面的有情众生，都感多有。 敬畏的这个感觉啊，是称之为威也、啊，啊，莫之为威。这智慧的能啊，啊，我们跟他远远的比不上啊，啊，敬畏之心呢、啊？ 自然就生了，啊，内难测度啊，我们对他啊，智慧神通道理有多深，有多高，没有法子去想象。 啊，其实这个道理，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。佛的威神显现出来了，啊，表现出来了。啊，我们每个人有没有？有，不比他差。行不出来，啊。 显不出来是，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，有烦恼习气啊，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清净心。 迷失了啊！我们的浮躁让我们的平等心丧失了，于是迷而不觉啊！其实，如果我们学过娴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。 他就讲得清楚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或是精神现象，啊，易包里面取一毛端，在身上汗毛啊，汗毛的尖端一毛端。 啊！一包里面举一个一个微尘，微尘太小了，看不见；一粒沙子，你看见了。啊，很细的沙，像面粉一样，一粒你看见了。它的波动现象，我们看不到，有没有？有。 它波动现象里有三个特质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。我们身上汗毛断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波动的，这波动啊，没有波动，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。 很难得，今天量子力学的一些科学家，他们肯定的。啊，他们说物质现象是什么？把物质的本质搞清楚了，没有物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觉幻想。 所以，没有这个波动现象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物质、精神都没有了啊！一切现象全是波动发生的啊！波动才动，就周边法界，这个速度多快！周边法界，我们想想。 光，啊，光有速度，从太阳到地球，这距离不算远呐、啊，八分多钟啊。啊，可是这个现象时候才动就周变化现，啊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特性，能生万法。 它是一切万法的基础的根本，所有一切万法全是这种波动现象造成的啊，而且是没有先后，就它的速度太快了啊，光不能跟它比，差太远了。 啊，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，科学家发现，这个外太空有一个太阳系。他们观察，有人说五颗卫星，呃，这个行星；有人说有七颗恒星，这个这个呃行星，绕着太阳转，横向地球，距离我们一百二十七光年。那个光要走。 要、哎、走两百七十年是吧？啊，一百二十七好像是的。啊，光的速度，啊，我们这个毛端上才动就周表法界呀，就光的速度不能比呀、啊，注意想想。 后面一条很重要，啊，第三个特性，能含空有，含容空有，啊，含容空有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心包太虚，凉州杀界，啊，含上包括虚空，它里面包含虚空，它里面容纳万有。 整个宇宙都在那里面。我们这一毛端的心量都那么大，现在我们的心量变得这么小，啊，连一个人都容纳不下，你说可不可怜？啊，我们的毛孔、毛端心量都那么大，都能包虚空法界。你你说我们做人做成什么样子啊？ 太难为情了，不像话了！啊，现现近代这个科学越来跟佛法了关系越密切了，啊，这好事情，这是什么很难懂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佩服古人，古人没有这些科学。 这些数据，他怎么会懂？啊，从这个天，我们就想到古人的心定。古人用什么方法来把佛经里面这些境界啊深信不疑？他在定中看到了啊，清净心。 是定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呀、啊！啊，有道理啊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光是光明，自隐为之光，照无为之明，即放光照耀之意。啊，这时。 微光合一啊，合一是很大的样子啊。字眼是本身有光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量子称为小光子，可见的它本身有光。 啊，它那个光像闪电一样，比闪电快。啊，闪电实在是太慢了，所以我们肉眼能看得到，它就闪得太快了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啊，必须要在仪器里头，啊，精密仪器里面，你才能发现。啊，可是我们讲过。 啊，这是《佛在经上》常讲我们的本能，啊，眼耳鼻舌身的本能，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我们的见如实，听也如实。啊，鼻嗅舌尝，啊，身体接触，通通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 啊，这在精神面就讲的受想行识啊，我们能接受啊。啊，变法界这个这个虚空界里面，所有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呢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叫众生。啊，包括上，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 以及自然现象，用这个名词全部包括了啊，这些现象是一体，而且是互通的，所以你修行。 层次越高，你的身心越灵敏啊！塌方时节，极其微细的信息，你都能够感受到啊！你本身。 就像一个这个电波接收器一样，同时我们自己也往外发射，所以变化界虚空界就好像是个网络一样啊！不是我们个人能发射，我们头脑意念可以发射，我们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呃。 这细胞晓得了，这是分子组成的，分子是电子、原子组成的，原子是电子组成的，啊，到后来也分就讲到了光子、小光子、量子。这身上有多少啊？都能发射，都能接收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可是我们现在发射没感觉到，接收也没感觉到。 这糊涂到所以然处啊，这就迷惑颠倒啊！啊，佛说了，佛就是有这个能力，化身菩萨有这个能力啊，就是说他的能力完全恢复了啊我。我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才晓得我们迷到了什么程度，为什么把我们的本能都丧失掉了？ 啊，佛说不是真的丧失了，迷失了。啊，你只要一觉悟啊，他就现前了。那我们现在懂得了，觉悟了，觉悟还不行，你没放下。放下是真觉悟，没放下是假觉悟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是真觉悟。 啊！你看我们现在起心动念，还是有自私自利，还是有是非人我，那怎么叫觉悟呢？我们距离其觉悟太远了。啊！可是我们也很难得了。这这些，这个事实真相，这些信息、啊。 我们从经典上得到啊，啊，这就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经典是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。那我们现在要干的，依教修行啊，这才能够真正齐如境界。 啊，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全是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能啊，佛讲经不是讲给我们听的，你要说是讲给我们听，就错了。那那那，那我们对佛是会侮辱。佛是教我们真的，啊，讲给你听的，你就依这个方法去去求证。 啊！你真的能挣得了？你挣了的之后，跟他所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太深的东西，太神奇，太奇特的，实在是难。 那那不是假话、啊，你看，无时无名断了之后还有吸气，啊，这个吸气要断掉，吸气没法子断，随它去，自然就没有了，让时间把它冲淡，多长的时间呢？三大二神气劫 <coughs>，那个吸气才完全没有。 你就知道吸气多难啊,啊！但是，只要无名断了，吸气还有没关系，不碍事。啊，对自信里面的智慧神道理、神通、道力啊，自受用他受用，都没有一丝毫障碍。 啊，这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最容易的、嗯、还是升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容易多了。啊，我们最少要能感到我们尽中出主、慧员大师的境界。 啊，圆工大师念佛，他再生的时候，四次在定中见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念佛入定。 啊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，这都是我们要学的。往生的那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就第四次，告诉大家，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极乐世界我看到了，啊，别人问他什么样子？ 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那么他那个时候，我们净土的经就是一本《无量寿经》啊。我们想应该他是，但是那时候《无量寿经》也有其中一本了。 啊，袁公大师是东晋时候的人，康生凯的本子也出来了。啊，汉译的《清净平等觉经》，啊，也可能有两三种的版本。啊，他能看到的。 啊，唐宋是绝对没有的。他在唐宋之前，啊，《弥陀经》还没有翻译出来，所以最早啊，慧元大师在庐山建这个东宁念佛堂，所译的经本就是这一本。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没翻译出来，啊，《弥陀经》都没出现。 就是这本啊，他说跟经上讲的一样，那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汇集本好啊啊，五种本子里面所说的这全都有了啊，这个本子是最完整的了啊，我们也能够像。 员工大师一样，真正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自己有信心呢，决定得生啊。西方世界能不能得胜？经上讲的很好，三个条件：心愿心。 啊，我们今天讲还是加三个根，他为什么没说？那个时候一般人三个根通通都有，就不需要讲了。这三根从小学的，那家里父母教的，个个都都都有啊，根深蒂固啊，啊，不像今天世界，今天这三个没有了，三个根没有了，这个信愿行就。 不踏实，啊！所以修净土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了，啊！他们那个时候修净土，真的叫万修万人去，那很少说修净土不能往生的，太少了，啊，现在很多。 啊，以前李老师告诉我们，一万个修净土念佛的人，真正往生的只有三四个人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根没有了。啊，根为什么重要呢？经典一打开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你不是善男子，也不是善女人，你怎么可以往生呢？三个根砸下去，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 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从前人不用不用讲杂根，他都有啊，都有根呐。这现在不能不提这个事情，不提这个事情，这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有这三个根，那你这个心愿行都有根啊，性有根，愿有根，行有根，啊，你怎么会不往生？ 啊，这是此也是彼也是不一样啊！啊，光明自己本身有光，这是光啊，光照外面东西，这叫明，这就放光照耀的意思啊。光明有二用啊，两种作用。 第一个是破案，第二个是表法。啊，因佛之光明，正是智慧之相啊！啊，所以光明是个相。啊，为什么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量子都有光？光从哪来的？光从智慧来的。 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果自信里面没有智慧，光就没有了。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啊，你并没有失掉，所以的还是放光。啊，这个放光上。 这个放光就是现在科学里面讲的波动啊，因为光是闪光嘛。弥勒菩萨讲的很清楚吧一弹指有多少啊？啊，闪多少次？三百二十兆。 一弹指啊！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。我年岁老了，弹不动了。如果弹得快，大概一秒钟可以弹五次。如果弹五次呢，那就是一千六百兆一秒钟。一千六百兆，你怎么能看得到？啊，那光就是这。 一次一次的闪光的时候，一秒钟的时候，一千六百兆，不容易啊！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这是自信般若光在动啊，啊，这一动就变成物质，变成精神现象啊，啊，见，因为自信里面有见闻觉知。 啊，见闻觉知以后，在迷了之后，变成了变成受想行识，受里头有见闻觉知，想里头也有见闻觉知，行里头、识里头，通通去足。啊，受想行识我们能感触到，见闻觉知感触不到，他写他是心得了。 啊，科学家没进行，所以的根源没找到。啊，量子，量子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无中生有，他只看到这个，确实是无中生有。啊，虽然我想了一下，它又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物质是它的连续性。 啊，叫意念念头啊，意念的相处啊，累积，他说意念的累积啊，累积连续产生的幻想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这样的。 啊、那这里跟我讲的清楚了啊，这个、光明是智慧之相，和者明也？一者深也，就是这个光明很大，非常明显，故知微光何也？表佛所放之光，雄猛有为，明耀甚大。 佛光普照啊！此下以融金喻之啊，这下面是用个比喻，如融金具。啊。你看黄金，把它融化之后，那都好看了啊。黄金本身就很好看啊，在高温啊融化成一体。 那个光就非常非常之美，啊，用这个做比喻，金色光耀啊，融金弥神啊，比喻佛的光明如融金聚起，啊，古曰如融金聚。我们读这些最重要的。 就是要知道，佛跟我们自己无二无别，啊，都的，他那些好东西，我们通通都有份，好在这里啊。在宗教里说神有，我们没有啊，啊，永远要服从神了、啊。佛法不是的，人人都是佛，平等的。啊，佛经里面所说的祝福所有的，我们自信里全都有。 啊，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全部都正得了。啊，这是佛法无比殊胜之处，这是佛法跟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绝对不是迷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。